上了一个德国玩家，柏林的德国玩家。先看一下他是，应该是一个主播，976分 ，Twitch 上的主播，合作等级71级，是拜仁的球迷，可还行。Black Bro， 这不会是柏林的黑人吧？对面可能是做了一个老黑。后防比较稳啊，今天后防德弗赖加这个范戴克应该比较稳，希望比较稳。Twitch TV Black Bro Dave Life Dave Life。今晚嘅比賽，天氣咧就相當之好噶啦，望上天咧雲都唔多嚿啊，而球場裏邊嘅氣氛咧亦都係非常之熱鬧噶。哇，見到即係兩邊嗰啲球迷啊，打氣幾咁落力啊！哎呦哎呦，見旗海咁樣真係非常之熱鬧。你再玩一個。今場波咧，相信都會好有睇頭噶啦。老型球場嘅觀眾上面一片藍色，球迷上來就玩，跟我玩這種，點燃我心中的怒火。柏林對住國際米蘭。到底边个会攞到呢个波咧？乔雷斯分到左边 ，C 朗打总裁套上的比较晚，但是还是套上了。维斗孔当出来啦，苏亚稳稳的。入球出现了，你话一个打一个真系冇乜人。你即我玩玩啊！但你都弄啊，不玩了。埋门咧就应该系咁噶啦，最紧要冷静，跟住咪搞掂。啊，都几出乎意料喎、啊。看嚟啊，教练咧就系做足功课，准备得几好啊！靓波，史端宁做得好，摆传危机啊！史端宁好巧妙嘅传送啊！谁啊？来，博格巴，搞掂！哇，咁快领先两球，之后睇怕都会入多几球啊！我就真系同情个龙门啊，佢俾后卫挡住咗个视线，见到个波都太迟啦。國際米蘭連入兩球，而家領先2-0。呢個第二球咧，對兩隊感覺都爭好遠啊！落後嗰隊慘啦，好大壓力啊，要追多球啊！領先嗰隊望住想入第三球。尼馬，把你的真實水平拿出來。蘇亞雷斯背住個籠門咧，都冇辦法起腳射門。因為對面咧 mark 得佢好緊，好機會出腳。史端寧俾對手侵犯，馬洛拿斯喺冇幾耐之前啊，球證都同佢講過，嗰次係最後機會㗎啦。可能佢之前咧以為自己哎有啦，我操 ，OK 啊，都值得試下嘅。唔好話你啊，我都以為呢球波入緊嘅。這麼好的傳球，居然給吐餅。对面要使大招喽，看他是换什么阵，并没有换阵。估计调了一个 Tiki Taka， 是不是？卡斯米鲁，马洛拿斯，没有。要使大招了！想要个波，个波又嚟唔到。好吧，博巴博巴就话想试下传上去。嗱，呢个波俾得唔系好够力啊，咁啊，所以对手二号。哎，比达尔分总裁 ，nice。
完全阻唔到佢哋啊！入波好似食生菜咁，又入啊！嗱，反擊咪就應該咁咯，越簡單越好，斬下壓，搞掂。3-0啦，呢場波被球王耍起來了，哎呦，好塞！呢球點啊？哇，差一點。啱啱好啊，將個波。對，拿出你的真實水平。走位啊，靚啦，最後一步啊，竟然入。我的左边后卫拉到了右边，我操！依脚直线一下趟穿晒，喂，差屎啊！可以，有点压力了。相信诶，没过去。哎呦，断了。斯特林右路。维度。啊，几有心思喎，不过实行好都冇用啦。咁样就终止咗个攻势啦。好吧，个波传向左翼，没有，挺会玩。我断，得不来。走位靓，后防球员呢？我时刻还没上。受惠嘅咧就系观众啦，有好波睇。苏亚雷斯拉到这个位置，接咗啲球波啦。手球员真系好够警觉性啊！断起来了。苏亚雷斯，你又没过去。卡斯米路，转圈圈失败。好吧，又塞了。个波而家喺尼马度，快退一。史端宁 show 下自己嗰个防守能力啊！啊，睇佢铲起波啊，手起波上嚟咧。仲使一隊好球隊嘅前鋒咧，就係第一道防線啊！你睇下佢，真係幫到自己嘅後衞唔少噶。來來來，穿穿穿！哎，完了，二火。蘇亞雷斯一腳插落，呢球入啦！哎呀，對手都叫你射落，咁梗係攻勁不如從命啦。吃了半步。完全唔明咧，點解佢哋會走甩呢一個射得之人？簡直係明知故犯啊！真的不知道這球是安慰獎啊，還還是令他們還有機會扭轉敗局啦。一步一步蹭過來，接得好，球有機會突破，他的後衛補防了。卡塞洛表漂亮，被後防搶翻。我覺得他自私了一點，明明旁邊還有這麼多隊友。斯朗總裁，哎呦，個波甩咗出嚟啦。哎。差少少咧，就踩單車踩得太多，自己搞個機會出嚟啦，相當之犀利啊！沒必要的踩，又玩火又玩火，范戴克下場了，沒辦法，不能給他單刀，紅牌我知道 ，I know it's a red card， 耶，舒服。嗱，有啲球員就係咁噶啦，犯咗規咧都仲覺得自己理直氣壯，根本上呢個罰球就唔。上半場快要結束的時候。变成十个人了，下半场要十人一战了。哎呦，上半场够钟啦，全方位嘅表现，什么脑筋缺钙？哎，下半场应该都仲好有信心嘅。刚才脑筋确实有点缺钙。而家比数咧系，但是单刀的话，那颗球毕竟，我还是选择让一个人，打成三后卫，三中卫。不好调 ，My Club 就这个。哎呀，调不过来，难受死。好像还是不能调哈，那就这么打吧，一个后卫，有可能上演被翻盘的奇迹。好吧，攞翻个波，没，怎么出不来啊？这球后防夹到实一实，一啲都唔放松啊，先至可以阻到佢咋？对，斯朗拿度，个波而家喺里斯度，相信你自己都明白。
其實佢睇到個局勢好清楚，係俾波嘅把握咧就爭啲過唔到對手啊！蘇亞雷斯攞到波啊！右邊，維度，能接過去嗎？蘇亞，頭先真係牙煙啊！卡斯米魯，回防回防回防，別上壓了。朗拿度，好吧。哎，过不去啊，全是人的腿。边个会追到呢球波啊？带到个波上前啊，而家可以点先？有点危险，有点危险。两边系想送个直线出去。呢次进攻咧，俾人阻截咗啦。好吧，史端宁。啊，个波啊带得唔错喎，跟住落嚟又点咧？来，史端宁。高列巴尼好快咁向前传。左路空了，中路也空了，门迪过来补位，哎呦，在那个位置真是点射都不会失的了，简单过头啊，他的走位真是走得挺漂亮，令到队友很易可以给到波他，也都很易找到空间去射波，天大的稳当一点，不能让他翻盘啊，还有得踢的，嗱 ，keep 住有紀律咧，呢一樣嘢好緊要㗎。繼續咁樣踢法，應該好有機會去追成平手。啊，要來了，蘇亞雷斯直接傳吧，一下橫傳，沒拿到球。怎麼才積極的回防？截咗啲球波，解除咗個威脅啦。哇，有點險了，差點玩火了。踢埋上去。迪维迪，不逼我也不着急，反正我领先。姆巴，真的是。汤马士帕迪，利马，哎呦，被断。这个波抢得不错啊！利马，喂脚直线。利马，这一球啊，俾得麻麻地啫喎。嗱，其实个谂法唔错噶，走位都几好，可惜啊，俾波嘅质素争啲啦。来出球快一点，爸爸，有一点状态不是特别好 ，C 级，那反应有点慢，我感觉。朗拿度，朗拿度，姆巴，来，这赛有了，往中路，姆巴，喂，有机会啊，得手啦，梅开二度，球送晒啦。系啦，你点睇呢球啊？总裁今天就造了一球，之前嗰段走位一球一助攻。今场第二个入波啦，这个替补席还有郑智呢，把郑智放上来。最后一个名额是给边路呢，还是给中锋？换上马丁内斯，老塔罗，马丁内斯。总裁就留着吧。马内冒号 MMP， 居然不上我，我都做好，已经热好身了，随时可以上场，结果把老塔罗换上去了。确认噶啦，下车好快咧就有球员调动噶啦。国际米兰领先两球，成场比赛没办法，谁让他是国米的人呢？可以 feel 到佢哋冇晒压力噶啦。马内，你如果来国米的话，我肯定场场你首发，对不对？而家可以反击啦，试下压埋去啦，向住侧翼。中路看住，中路，哎呦，过来了，危险了，仲有机会，哎呦，好靓啊！尼玛好快就埋到去，龙门呢一个波啊，捉得唔够实啦。咁呢个波你后防顶唔住啦，咪唯有执翻个波出嚟开波啦。柏林呢一场波仲有机会噶，好啦，越追越近啦，不过都仲争一球，时间唔多，把握机会啦。对面这小哥，这小黑有点太轻视我了，开始没有自己的这种上抢啊什么的，节奏打的也不快，一开始他。法比加斯，好，而家一个传球嚟啦，法比加斯入面，哎，怎么
咁樣都唔使輸，真係執翻身彩啊！佢哋不過我奉勸佢哋一句，唔好再俾到手入禁區啦。如果唔係啲球迷真係隨時心臟病化啦。有點危險，有點危險，小危險。法比加斯，史端尼，中路，比达尔，球门期间分到左路 ，C 罗。现实当中 ，C 罗不会这么踢球。法比加斯，太中二了。结束。完场的鸡声响起啦，国际米兰结果咧就系将个胜局守到尾，险胜一球啊！国际米兰展现出能力啊，人少对人多都赢到嘅。哇！喺咁嘅逆境之下，佢哋最后都可以赢波，咪就系因为佢哋唔止人有人心，喺人有过去再不来。今日时间差唔多啦。尘土内，开始总是总结，没变改，天边的你漂泊在白云外，苦海翻起爱恨，想爱隐约在白云外。